该没事情你就一种一夜小心你爱里头一封哈嘎中给大你的确奥林匹哈嘿你 friend 都一个俩 V 不是干公哈强台上暗自在寻摸你本人公林一路一个奥林匹哈本人公林一路一个奥林匹哈本人公林一路一个奥林匹哈奥林匹奥林匹奥林匹哈本人今天来参加比赛的小朋友还有节目主持人龙子玄奇哥哥哇歡迎大家來到南美歐很歡迎見到入片的小朋友哦高高矮矮的各式各样都有又暗色家的又暗色家的哦原来是幼稚园大白哦来来撩嘿老个小姐姐 Q 啊来撩小姐姐今天充当小保姆啊鼓手宽多一张暗色家的哦等等一下哦好今天要介绍马哥来抢太家哈你很准看哦来欢迎一下今天来要不要小朋友那张好高的啊欢迎的哦哦也好像太太有小朋友叫我说话给我一个奥林匹克奥林匹克比赛规则比赛是小朋友为三三一组经常用的打错的是哪一种奖品奖品他不会准还是得参加新年大国比赛啥都也多不会得到也多奖品吗那先想问一下玄奇哥哥你有没有存钱的习惯存钱有有哈来打打你的圈又存钱哎呦哎就没存钱圈又东迁你该那个邮局地位读哦都有哦那是一个好习惯然后今天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等一下就知道了介绍一下给我们的小朋友奥林居奥林居大家好好同感这位屁下吹大家好哦全都懂优秀呢啊嘿呐全社会呢啊今天要介绍就会奥林哈克勒哈克勒下课了以后小朋友是怎么样来上钱的呢怎么样省钱怎么样存我们的零用钱呢看看我们今天小朋友做什么了哇最新的是真听耶对啊哦吼我也想要一台江海棠哎呦你的零元糖那么多啦哇原来你爸妈好好哦问你公给啊你都用自家给赚点钱买给啊哦很好我的赚点钱都被我妈没收了哎呦你没有一台啊错啦奶迪你也是用赚点钱买的对不对才不是呢我是用上好来给你两罚钱买的哇你的两罚钱这么多啊哪有一礼拜赚50条听听咦跟我一样啊为什么你有钱都得买当然是有秘诀的拜托啦请讲给嘎勇拜托你把秘诀告诉我少来了我的秘诀就是存钱上钱存钱上钱对啊存钱就是帮妈妈收听奶米听奶她会多给我赏吃还有懒罚钱那上钱呢上钱就是少花钱我以前最爱喝真奶现在我都只喝开水一个月下来可以省好多钱呢存钱上钱我怎么没有想到发累了等一下美术课忘记带水彩了哎阿
你过来，你过来。你的身材可以借我吗？没问题，您好，小坤。借一个颜色用球，第二色半价，你还没给东西啊？呀，去会穿钱啊。你还没给穿钱，根本就会穷钱嘛。要不要随便你？反正我很快就会变成有钱人。赚的钱买的，对不对？赚钱就是帮妈妈收提奶。中签奉发安豆哎啊，当然啦、啊，其实呢就是开源节流嘛，就跟小朋友讲的穷用咯。好，像轩琪哥哥现在出题目喽。好 ，OK，music、okay,。Yeah， 你老二还有老几，注意听俩嘿，他不会听。好，下巴是时间到了哟，接下来抢问。压岁钱，学霸因为讲喏，请阿玲。好，奥林区，好，大声说，来。炸年前抽又唔抽？抽嘞，恭喜得到200块。好，有上瘾。好，那我们再问一下，请问你们有压岁钱吗？有冇？有张年前冇？古同学来，全部花掉，对不对？对。你看，你看，谁来就养羊。那张年前拿来做嘛？该买什么呢？买零食糖果吗？哦，跟玩具对不对？零食跟玩具，是不是？没错，没错。有买书吗？没有，没有。书钱是妈妈要买的。哦，妈妈要出的。好，哥哥考一好，然后轩琪哥哥出题目喽。OK，music。哎，你老二还有老几？注意听俩嘿，天梯。太敢哈，全部懂好钱，大家都很喜欢钱，但是呢，钱也是有变革的。你看人家他用的钱，我们现在用的钱就已经有好几次的改变了，对不对？一会变这样，一会变那样，颜色也有改变，花样也有改变。台湾的人哦，没穷用哦，啊，抢问。落头败家哈，钱是哪种抽现的呢？第一，圆圆的；第二，圆圆的。不过地图东昂有一只四角形的孔，第三八角形。秦爱玲，阿玲吹，好快的手啊！讨论一下，可以把它圈起来，或是打勾都可以。好，为什么是选这一个呢？书上没有看过。哦，有看过吗？书地图有看过呢。他们的答案是第二。错呀，唔错。错嘞。看一下诺特白跟你的钱哈，就是这个样子。来，你看，这是一枚哈，我们这个代币了哈，代替的，就是一个古钱的造型，也圆圆呢。哎，东红又炸，稀稀狗狗跟孔哎，哦，对，你要放在你的身上这里哎，才会看到那个洞洞。对，啊，稀稀狗狗，稀稀狗狗跟孔哎，哦，这个呢就是一个以前的钱。古手以前我们会说跟你借一点孔方兄，孔方兄啊，对，会记啊哦，记啊，给孔，给孔，给稀稀狗狗哎呀，孔方兄这样说比较文雅嘛，就说哎呀，我软囊羞涩。能跟您来一点恐慌凶了，哎呀，哎，就是我这个钱包里面没钱啊，跟你借一点钱，不是，就是从这个古钱来的恐慌凶，指的就是钱。轩琪哥哥 ，OK，music， yeah， 你老二还有老几，注意听俩嘿，是台梯，好，请问，铁蟒犯命钱一钱，那用东西？莫本人拿来存钱来用咯。第一，盐；第二，海螺壳；第三，沙滩。请阿玲。P 好 ，three 在关键的时候，哎呦呦呦！讨论一下。好，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P 好 ，three 选择是盐巴，为什么？盐巴是粉状的，所以不可能。不好交易这样子，哦，不好说一把盐给你这样哈，不是这把泥土了，是这把盐吧，这把盐吧。好，他们的答案是 T 一盐，抽呀唔抽？唔抽嘞，按大手，好不容易抢到了，没有，你要
想，盐虽然说是这样的散状的哦，但是颗粒状的，但是它可以有容器呀、啊，它可以装在袋子里，装在盒子里呀、啊。好，来扣一哈，我们 all in three you give it 哦，写下来，把它圈起来，好。铁伞，煤矿，抽呀不抽？抽嘞，钓鱼的龙八钓。哇，这个阶段大获全胜啊！哦，还有氧嘛，因为它是人类人体里面最需要的一种元素嘛。那么氧嘛，你不细谈的呀？不错啊，那个而且盐的取得不容易啊，要不是你要是没有那种海盐的制作技术的话，你就只能用盐盐。从岩石矿石里面取得，故事能够掌握盐的人，通常呢他都可以赚很多钱哦，所以也才有以前的历史上也有那种盐商贪污的，哦，因为没盐你就会死啊，哦就很坏。那另外呢就是那个海螺号，因为它也很珍贵，它也必须要在海边才有，它又很漂亮，它就被拿来当作是替代哦，那什么样的贝是什么代表什么样的价值？对，那煤矿虽然我们称作是黑金哈，但是它还真的没有被拿来代替钱。好，那看一下哦。哎呦，哎呀，白给粉丝啊，哦，这个上半局呢，我们的奥林吹拿到了全胜。好，好，皮亚吹虽然在这边没有拿到分数，但不要紧，第二阶段，我们还有一个阶段，所以你们还有整整的900分，可以好好的抢过来哦。加油好吗？加油喽！好，好，本太噶，先看一下，那我们按紧张哦，来。Someday it's time to hop. Let's go. 借一个颜色用球，第二色半价，你还没给东西啊？呀，就会穿钱啊！你还没给穿钱，赢不就会赚钱嘛？要不要随便你，反正我很快就会变成有钱人。都得吃饭嘞！哇，阿珍，你的饭包快乐多好生呢！亚表村都会硬是家煮的哦。春吉，做这本硬是好嘛？当然做得啊！做这本硬是么？哇，阿里古，你会变多呢？你看起来好像难民哦。因为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啊？两天没有吃东西？你做梦不吃东西哦？因为光是穿钱还不够，我还要上钱啊！你怎么上钱？买某只鸡哦，要某只猪，把吃饭的钱省下来，这样一天可以多赚100块呢。哦，阿里古，你真的是太夸张了！你跟我们是东西，我不骗哦。你他妈跟咪西啊？因为很奇怪呢。你他妈给东西啊？天哪，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垃圾？这些都是钱呢。现在我每天放学后把这些卖掉，一天可以多赚30块呢。阿里古，你太夸张了。你的脸色好差哦，要不要紧啊？要不要我带你去保健室？不是，奶枪黑。阿里古。阿里古，我来看你嘞。你有用的吗？
都会加用啦，当然用得上钱。这怎么能怪我？你还没抵奶罗乖乖是翻董骗，不但说要把我这几天赚的钱都没收，还说以后天天要帮我带饭包，连朗罚钱都不给我了。看不乖，谁叫你不吃饭？对啊，老师说过存钱要分清楚需要和想要。我是省饮料钱喝开水，这叫做想要。像你吃东西就是需要。猛错，阿里古啊，你猛伤多钱，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我是姐哦，像我是猪。啊，你会容易呢、喔？为到三千毛十盘也容易啊！哎呀，我十天呢，完全就是用错方法了。真紧啊！古时候啊，欣赏讲在懂后啊，它有分需要跟想要。哦，小朋友一听到记得爱吃饭，那样才有营养嘛。这是你需要做的事情。可是你另外除了喝水以外，你想要喝这个饮料、那个饮料，还有个想要，想要可以不要，这样就把这一些呢想要花的钱就省下来了哟。好，那我们轩琪哥哥来出题目喽。OK, music. 哎，你老二还有老二，煮一汤俩嘿，他会听。好学法，时间到了哟，抢门。存钱，学法你会讲喏。好，请阿玲。你好，吹。阿玲来。存钱。存钱。哎。哦，存钱哦。吹唔吹？唔错嘞。哦，像你刚刚讲的，有一种是你把家里零用钱，就是说省下来在家里省的那种说法，叫做用钱。对，用钱。那么另外一种呢，如果说拿到银行或是邮局去存的，很多都钱。都金，哎，都金呐，哈，应该是都金是最正确的说法哈。都钱也可以接受，但是我们正确的说法很多都金。姑嫂啊，我们的存折啊，就叫做都金铺，哎。就是存折的意思，存钱簿的意思，存钱簿啊，都金铺存钱，来学一下，都金，都金，好，把这个学起来哈。好，学起哥哥，我们再来出题目。OK, music. Yeah, 你老二还有老二，住一趟俩嘿，几条梯。像台西朋友看一下哦，哎喏，台湾有东多东多酱酱个个调诶，那么我看那个调诶呢，董演呢，他就会有不同的栖身的地方，有不同的特性。唔过啊，根本要讲个调诶啊，董特别个身份哦。啊，你讲，你看看来看一下，请问，上困难，伊个以前的原来是飘风，会出现的是哪一种调诶呢？请阿玲，好，皮好吹，好有嘞。好，他们的答案是第二。抽呀，唔抽？抽嘞，叫伊得到两百块哦。好，两公里。就系东宽道呀，蓝色的，很漂亮的，很多地质。地质哈，这个在台湾的一些山区，然后在草地上会找得到，但不是很容易。但是希望大家看到他们的时候能够爱护他们，不要把它抓回家，也不要惊吓它。地质，还摆些朋友，等下就可以拿一个形象加一下，以前可拿出来考你哈，是不是就是真的是地质哈？好，好，郎姐，下一题很难，很难哦。我先让台大家来看一个图片，考你啊，哦。又老鸡又惯嘿，有有有，一下卡少看到哈，不过那个阿婆啊、阿公啊，给用死啊，从头用到的，好，他叫赵楼啊，然后呢，这个呢是拿来捞东西的嘛，对不对？哦，好，有点像我们的漏勺的意思。好，那么这个题目有关系，而且呢，给用500块哦，500块，谢谢你哦，500块钱，轩琪哥哥先出题目来。OK, music.Yeah, 你老二还有老二，煮一汤俩嘿，师傅把梯来抢门。有一句师傅把讲，砍钱不招了，是嘛个意思呢？第一，白费力气；第二，亡羊补牢；第三，有钱能使鬼推磨。请阿玲。Calling tree。请作答是哪一个呢？写下来。T it。
白费力气。抽呀，不抽？抽嘞，叫伊在东北跳。小朋友的选择呢是啊，白费力气。好，我们吵。哎，用不要用哎，你不因为你看那讲嘛，也还漏勺，对吗？嗯，喊钱，你闲闲的钱呢，哈，拿去补它，你钱太多了，拿去补这些洞洞，按多空的有吗？哎呦，那你真的是在干嘛？你要把它洞全部补完，是不是白费力气？就算你钱再多，都没有办法把这些洞补完嘛。不少很多白费力气哦。好，把这句话学起来是很有用的死书法哦。好了，哥哥，看一下两篇的分数。好，今天奥林匹克表现太厉害了。那都一千四百克哦。耶。好。好了，看一下皮下吹。皮下吹那都两百克哦。表现也很好哦。更好嘞。其实你看，我们出问题真的很像机会跟运气，有吗？哦，你要先有运气，要先运气看谁能够先压到，先压到，然后就要把握机会，要答对啊！唱好没有关系。哦，你身边小朋友做的唱歌，应该看到格格讲，看伊那都几多钱？其他的小朋友来加油哦！啊，耶！输体无相干，输体无相干，记得练下眼力，手不记掉，都会笑的表情。Everybody say, everybody say, say, hey, 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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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奎四，站夜班。舞网球，一扎，快，哭，手提拿，十掉，钱，一千票，时间多。耶耶，小三轮小姐嘞，哎，给个欢迎哦，欢迎嘉文请出场。尖叫声啊，此起彼落呢哦！哦，请问嘉文拿到几多几个尖哦？三级，三级啊！有信心摸啦，有啊！好，好，就我们设定位置。那我来问一下文君，文君你有什么话要对那个嘉柔说的吗？钟嘉文加油！好，加油啊！那雨柔呢？加油，钟嘉文！要射中吧，啊，嘉文！用的很矮的，用的很矮的。好，来，行，准备，准备好，慢慢来哦，没有时间限制。再来，没有失误时间。有有有，哎呀哎呀，太轻了一点点。用的很矮的，用的很矮的。好，来，加油，加油，有嘞有嘞。哎呀，上火呢，加油，加油哦，还有很矮的，有的很矮的。好，加油啊，有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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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来中间，真给我想到，哎呦，满腔哦！我看那个雨柔都很开心，雨柔很动凤仪吗？开心啊，开心，哇，对。那个文君，你觉得表现怎么样？很好啊，很好啊，真给懂好了，看一下几多拿到几多个奖金嘛，总一千八票，哇，动枪啊！哎，大家出来让主公哦 ！Yeah，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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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了解世界，每时是你就一种音乐消息。The only toy for haka 中的答案 in the change。Olympic， 哈嘿你 and friend， 最多俩 V， 不是讲讲哈强台上暗示些什么秘密，不然讲你来到 Olympic， 哈。